为了闺蜜和郝俊，我们干杯！干杯！郝俊，恭喜！说到这个，就必须感谢嫂子。哎，两串烤串。这次我能搞定林星。啊，不是，我能和林星最后走到一块儿，多亏了嫂子指点迷津。我干了。干，我陪你干。怎么回事儿啊？突然秀起恩爱来了。就你没人陪。臭小子，你给我闭嘴！出来了。你俩，我看看啊。拍的真好看啊！你看这弹幕都一边倒了，都在磕浩宇和嫂子的糖。浩宇，你不是还有最后一期没录吗？看来你还是得把嫂子带过去，不能辜负了观众啊。不过嫂子要是火了，需不需要一个经纪人？经纪人我来。我可不同意啊。吉思乐可是我们防疫的设计师，是我的。王总。啊，敬你一杯。那这一杯的话得有点说辞，要真诚一点的。真诚的。那就敬你早日脱单。我用你帮我操这个心啊？这男人一抓一大把。哎，明天我就跟何清约个会。嗯，宋总，我明天要工作的。没事，我给你批下。我还是更热爱工作一点。哦，那我就帮不了你了。何清，你给我等着。小心！啊，怎么回事？我一下能死啊你！晨晨晨晨，过来吃点东西。想吃什么？你想吃什么？那个。我哈密瓜，想不想吃点肉啊？好不好吃？哎，慢点，慢点跑啊！这感觉真好啊！是啊，一家人就是这样，热热闹闹的。我突然呢，感觉有个家还不错。嗯，你该不会是想……没有啊。我的意思，你别瞎想。我就突然一个想法，喝一杯。哎，鱿鱼好吃啊。你真好看，我也觉得。我觉得我最近的状态特别好。嗯，我猜大概是因为胖了吧。说啥呢你？闺蜜，你可真会聊天儿。离心。哦。你别打扰他工作行不行？这人血快收官了，思乐赶进度呢。哎。你们俩过来帮我看看这个地方做成国风掐丝好不好看？这里，这一块如果用黄金好不好？嗯，好看啊，这荼蘼花看着真有特色。不过铂金要比黄金看着更仙气吧？你个外行，不要乱评价好不好？明明黄金更显色，黄金好。我代表的呢是消费者视角。不要自以为是了，又不是给你设计的，代表谁啊？就用黄金。
我要照顾好你。啊，有的人真是嘴硬，老板会留下来陪我熬夜加班。少臭美了你。嗯。好好好好，我投降，我投降，我投降。爸爸，我赢了。秀贤真棒。爸爸，你以后都不加班了，好不好？让丑叔叔加班，你就可以每天都陪着我和萱萱了。好，真聪明。这样的话，你们好叔叔可就更可怜了。过来吃水果。哦，对了，妈妈，我们应该改名叫丑干爹了。不着急。来，吃一块。好。这段时间多亏有你在照顾孩子。不止这段时间，但我今天录完最后一期真人秀，我会抽出更多时间陪你和孩子。嗯。你也吃一个。爸爸。嗯。慢点，小心点啊。爸爸。爸爸。谁呀？喂，你好。宋总，启辰身体不适，今天无法到现场拍摄。怎么会这样？关于这件事，我想跟你当面说。好。你给我个地址。怎么了？我出去一趟啊。啊，都到饭点了，你不吃完饭再走啊？你和孩子们吃吧，不用等我了。出去，滚出去！他现在到底什么情况？江里震颤，这种病很危险。严重时会窒息。他怎么会得这种病？其实三年前他刚出国的时候，因为你们俩感情的问题，他一直在封闭自己，没过多久就得了这个病。好在当时治疗比较及时，所以没有耽误训练和比赛。宋总，其实他这次回国是为了你，可没想到回来以后才发现你结婚了。我去看看他。你烦不烦？我不是说了不要管我。还不回来？金希澄选手参与的真人秀节目《好久不见》将会推迟播出，此事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。金希澄选手的身体状况引起了不少网友关心。回来了。还没睡啊？嗯。今天怎么这么晚啊？出去办点事。是金希澄的事吗？嗯，他生病了。生什么病了？有点严重。思乐，嗯，我刚刚去是帮他找合适的医生来进行上门治疗，你别多心。知道了。谢谢。说什么傻话？
金鱼城的经纪人。啊，没事儿，你接吧。阿兰，怎么了？啊，已经联系好了，明天就可以签保密协议。好，那明天见。你还打算在原地继续打转多久啊？难道你让我骗自己，说我会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？对，就算是骗自己，也要一遍遍的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只有这样做才会有希望。那你实话告诉我，如果你没有遇见齐思乐，我回国之后，我们是不是还有机会？我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。为什么？你怕自己会动摇吗？我会作为一个朋友的身份，帮你渡过难关，好吗？喂，你在哪儿？方便见一面吗？聊聊浩宇的事吧。浩宇，不是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？但我始终没有办法接受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你可不可以和他离婚？你在开玩笑吧？我想知道，如果没有了婚姻的束缚，他是不是还能对我说那么绝情的话？如果时间可以倒退，你会选浩宇还是世界冠军？当然是浩宇。你敢说三年前你登上飞机的那一刻曾有过动摇，还是说你登上领奖台捧起奖杯的时候曾后悔离开过？从他决定和我结婚的那一刻起，他的未来里就已经没有你了。想给你所有温暖的包容。静，原来你怎么来了？等我一下，马上就做完了。只是装进了你的瞳孔。原来浩宇，那些心潮的汹涌，原来光与抱抱吧。光只在黑夜中相逢。From this moment， 请成为我的家人。整个世界的美梦，我猜都在你眼中。怎么了？不开心啊？没有啊，我就是有点累，想找你充个电。啊，那就好好充。时间的歌颂，我猜都在你眼中。思乐，来，
你有心事？没有啊。你今天有点怪。你才有点怪。我哪里怪啊？怪可爱的。李哥，嗯，我们会一直幸福下去的。Mm-hmm.